满清罕见老照片，第四张弓箭手姿势亮眼，最后一张经典晚清时期两位贵族女子的罕见合影。从照片可看出，服饰和发饰极为繁琐，不禁感叹古装剧都是骗人，这颜值真心不高。晚清时期一位小脚夫人，面容清秀，刘海举杆，三寸金莲看得都疼，更不要说走路了。晚清时期的两位蒙古族人的罕见合影，两人身穿冬衣，这颜值真心不高。晚清时期训练场上的弓箭手的罕见合影，有一位正在认真的射靶，其他的弓箭手正对着镜头，这姿势可以点个赞了。李菊友，李鸿章的小女儿，容貌清丽，气质出众，还是一个才女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会写诗，在清朝也算得上一等一的大美人了，却嫁给了大自己近20岁的张佩伦。晚清时期的两位歌姬罕见合影，服饰和发饰真心欣赏不了，三寸金莲看得都疼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